国产新型医疗船南一幺三船昨天在南沙永暑礁军港码头归舰入列，该船满载排水量4000多吨，可搭载一架救护型直升机，具备同时展开3台大型手术的能力，主要担负南沙岛礁居民以及海上舰船人员医疗保障、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，填补了南沙海域海上医疗救护力量的空白。